哎、欸，那、啊、希望可以被财神撞到一下，但说不定我环岛都不用付钱。啊，我现在很怕我路上全部都财政行，然后直接破产。Lost my best friend to 23. She left her body in Harvard above me. I saw no shadow. I looked around, searched every building and home that I found. I saw no shadow, but felt the glow. The warmth inside me kept me afloat. Felt like heaven. I found my bones. Give me comfort when I feel alone. Now you're gone, I'm alone. I guess it's time to get better. Through the pain, I will go alone.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杰峰。那今天呢，是我环岛第一天。那我起点呢会在后面的板桥车站，然后呢，现在时间是早上8:23。那今天呢要走到精英哥，走到桃园，然后最后应该会走到中立火车站那边，就是大概中原大学那附近。对，那整趟的路程我用 Google Map 算，大概是30公里。对，希望今天想说第一天就走远一点。那后面的话，我现在预计是第二天会到杨梅，那大概比较近一点。那杨梅过后到新竹火车站就会一样，也是会比较远。对，好，这边就是我的起点喽 ，Let's go。Oh, hi， 大家好，那我现在要出发，第一站就是到莺歌。那原本想早点出发，结果弄还是到8点多，快9点了。其实太阳已经出来了，蛮热的。那这趟旅程呢，就如同我第一次影片讲的，我就是除了徒步环岛以外，更希望的是算玩遍台湾吧，把一些台湾我目前还没去过，或者是想再去一次的地方，再去做一个踏足这样子，然后。为了以防我在路上很无聊，对，我想说给自己定一个特别的游戏规则。那第一个规则呢，我也想发财，好不好？所以只要我路线上经过的彩券行，对，那就电选威力彩跟大乐透，各一张，各100，对，然后。希望就是每天的路程啊，基本上可以找到两个陌生人对话，这样子聊聊，然后顺便推广一下我的 YouTube 频道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加个 IG 认识，等于是说认识新朋友，每天认识两个，有没有？那我这样一个月就有60个，想象很美好，对吧？好，那就大概先这样喽，拜拜。来一个冰来喝，就是天气酸炎热，适时补充水分。OK， 其实我有现在目前也走不到，应该走半小时而已吧。对，还在板桥的范围，对，即将脱离板桥。OK， 那因为我中间的停靠站应该是莺歌，然后可以顺便吃个午餐。那我希望今天可以顺利完成我的目标，走到莺歌，走到桃园，走到中原大学 ，Let's go！ 好嘞。我现在走在那个自行车道上。哦，刚好有这个树荫，很舒服。好，我现在正往土城树林的方向走，应该快到板桥跟土城的交界了。对，好，没关系，我走了大概1个多小时吗？现在对，
不到一个小时的路，我就开始觉得徒步有点困难。对，因为负重走还是有点不太一样。对，因为我平常也没在爬山啊，说实在的，所以会觉得开始感到有一点能不能怀疑我自己能不能做到，但我相信可以的，加油加油。好，那就继续走了，拜拜。好，那我现在要过第一个桥，对，在那边。遇到了第一家彩券行，所以我就买了一组，大乐透跟威力彩。OK， 那之后遇到每一家就这样买一组，那看我的运气到底好或不好。OK， 拜拜。那我要继续走了，好热啊！好，刚路过第二家彩券行，再买两个大威力彩跟大乐透的电卷在那边。啊，镜头有没有？我已经走过了，不想再跑回去路。哎、欸，那希望可以被财神撞到一下，但说不定我环岛都不用付钱。好，我现在很怕我路上全部都彩券行，然后直接破产。好了，那我要继续走，拜拜。又撞到一家乐透了，好，今天撞到第三家。我这家买下去就是总共花了600块，我不太确定我今天的住宿究竟是玩到破产呢，还是撞乐透撞到破产呢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OK， 继续吧。请问这是什么鬼人行道设计？啊，在柏油路上面呢，而且也没有特别颜色标志，只有一个花旗。几条白线，我觉得在人行道的规划上，台湾真的偏不及格。我刚刚走过来，其实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人行道可以走的，等于是要走在车道上跟着汽车去争道，不太 OK。好，那我们继续走。我现在越来越接近那个南树林火车站，来这边。然后对面是南树林火车站。 OK， 我从板桥车站出发，现在已经到南树林车站了。看起来这个车站应该是新盖的，整个外观造型蛮现代的。好，那我继续朝英哥迈进，拜拜。刚遇到一个善心的，看起来年纪也不大，应该大概40几岁。然后他说他买便当的时候有看到我，然后就拿了一瓶饮料给我喝，赞。对，原来传闻是真的，大家看到有人在徒步环岛都会递个饮料什么的。哦，而且他刚好是那个无糖的乌龙茶，有够爽的，舒服，谢谢啊。如果你有看到我的频道，非常感谢你。那第一天就遇到你，不错不错。好，然后好继续走，赶路到英哥吃午餐。OK， 拜拜。OK， 我到英哥区了。现在时间11:54，希望在一点前可以走到英哥老街。可以吃午餐 ，Over。来到英哥火车站面前了。现在时间是下午1点，所以您都有一定都专门去环岛的哦。好啊，无要紧。好，我该传咧，我的族群。什么族群？我参加这个啊。
这足侪人看，哎呀，哦，你骑车的啦，骑车环岛骑啊，现在族群足侪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哎、欸，我顶个骑车有骑过啊。哦，啊，你也用行哦。系啊。我讲行还有足有耐心嘞。无要紧啊。真的哦。系啊。少年人也会使啦。哦，我像阮大七十岁，讲要环岛了。伊迄大约哪样行啦？你是讲到一天行十几公里安尼啦？无你讲种天气要行三十，足忝的。足忝的，足忝的。哦。系啊。啊，你加油啊！哦哦，多谢，加油，拜拜。好。加油啊！好，拜拜。哦，多谢多谢。那我现在从英哥走过去，刚刚讲嘛，大概14公里，然后我抓应该还要走4到5个小时，虽然导航说走3个小时，重点还要包含休息时间。好，真的有够热，现在32度。好，我继续走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峰。那还没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的人，赶快按赞、订阅哦！我现在已经开始走给大家看了。目前我已经走了19公里，但距离我晚上要住的地方还有大概12公里左右。对，那现在是下午3点，有点硬，可能。来不及在太阳下山前走到，要尽快赶路，不然摸黑走蛮危险的，尤其这边大部分都是山路，好累哦。我现在才刚要到巴德而已，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走到中立火车站。OK， 再看看吧。假设走不到，就是搭车吧。然后隔天再搭车回来，从巴德走，也是一个办法。好，那就先这样，拜拜。终于到巴德了，我的脚崩溃了。加油，加油！然后我要过马路了，等小绿人亮起。好啊，大家加油，中华民国加油，台湾加油，各位总统候选人加油，然后杰峰加油。麻烦还没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的人，赶快按，好累。合理吗？台湾行人没路权哦，靠腰，我让他只剩10秒，这怎么合理？好了，前面又有一家莱尔富，可以休息一下。终于来到中立火车站了，那我拿这个明面冰来中立火车站打卡一下。好累哦，那休息一下，明天再来出。现在两只脚走路像残废一样，一拐一瘸一瘸的。好了，那明天应该也是从中立火车站这边出发。对，对，就是以车站，如果可以以车站为起点或终点是最好的。这样。好，那我要回饭店。啊，我刚刚行李其实已经先拿去饭店放。OK。好，第一天圆满成功，耶、yeah. ！